这还在想啥东西？你说你就那还就看那个手机哦，我还好嘛，还好。你二哥，你十多岁要出家了对吗？还是学习哈，做针织啊，弄饭呀、啊，这些嘛。你没在人家的屋头去，人家看到你啥子都做不了。你那个就是衣裳不是可以卖吗？是人家都是自己卖，那个有自己之后呢，有信用，这个可以啊，自己啊。我看你就找半天，找啥子东西出来了？哎，来嘛，好东西。看你就找了半天，你把你的古董拿出来了。哦，我的古董，你看，来，今天就学下基础，开始咋个起身？那要不要我给你织件毛线衣吧？算，不要说你给我织毛衣，只要你能够打混就不错。我这一天到还光看手机，我没有，丫还都要学哈，我没有呀。那手机让我给你收起来，我这手机我也不能说，你先把这个学习哈，都基础要学会，开始学。但你针针不是挑起来吗？挑起来你又穿了针针的那个，然后又针针的又打一针起来。起来就又穿那个，你按到你打好宽，你就不起。是吧？是那样子。哦，对，跳起来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哦，以前你爸爸说的，是不是？你用穿着穿着下，啊，跳起来。做任何啥子事情，就开始了。这一回呀、啊，打回呀、啊，就不难了。妈妈一起都起好了。起好啊，又打地上嘛。哦，地里上呢，打地上就是了。是不这样子吗？就是那样子的。妈妈。哎。你打啥子嘛？打衣裳。衣裳啊？给老打衣裳的。我们的一个亲戚打的。你看来还是就你会嘛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嘛。哎，人家有些嘛，工作忙嘛，还有一个我们这农村人的活路，娘出啊嘛，一空一时的嘛，又打嘛。嗯。你这打了好多了？打接近一半多了。打衣裳了吗？哦。嗯。来，我给你爸爸把些农民啊，要的。你在那边打头牌哦，我看看你打了要的要不得吗？还得研究的。好钱还可以，你那个针脚稍微带太紧了。哦，你不要拉紧点，稍微带松点，你就好打。手指纹都疼了。慢慢的来嘛。那、啊、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